到1500米，第一名施建南天水圍巡道成績4分30秒81，第二名梁輝光魏志成績4分32秒13，第三名林曉志魏志成績4分34秒78，第四名黃浩軒黃信，第五名陳仲文元朗香中，第六名林祖源雍佑，第七名吕林康国华，第八名郭子华卢国平，请头三名得奖同学带同运动员正到司令台领取奖牌。